倒霉你们。倒霉，这辈子没吹牛。对，真的这辈子见过最大的。哦，大了喽，越大越大。倒霉没？这口没崩了啊！没崩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今天我们又去那个我人生见过最大的马蜂窝啊，那个树都有至少五轮到六轮那么大树啊，今天叫了个高手去爬树摘了啊，那个是真的如滑，位置就在我们隔壁村啊，我们后面这座山爬过去，在那边山腰上啊，咱们废话不多说啊，现在出发，看着装备精良的，人是迷失者，搬个梯子搬到山顶去啊，已经快到山顶了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又开始转圈圈了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上次就在这里啊，扯了一辈子方程卷，哎，差不多到边了啊，搬了货，到边了啊，好，到边了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在那个树上给大家看下去啊，就是那个位置啊，真的有箩筐大，大家看这个树，五轮至少有五轮大，看这个树大不大？再给大家看仔细点，如花不？像这边啊，全是这种参天大树，树都很大啊。基本上都四轮啊五轮这个树，看到没？打不打？打着了。看到没？打不打？嗯。是你见过最大的没？啊。好牛哎！这我搬梯子你不搬啊？你吹牛。你吹牛。你怎么打？给我们打板在咬对手哎！到位哦。你上面过来就怎么打没？没有打哦。刚才在这树都在那打开，这个袋子太小了啊，两个袋子合并啊，窝有点大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现在打鼓的这种袋子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专业取红子的，看这如何吧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上去啊，就这样啊，树比较大的地方啊，就这么钉进去啊，就踩这个位置，然后又往上移，又一直往上移，然后一直搞顶上去啊，这个袋子缝好了啊，大家看一下这袋子多大，比我家的箩筐大多了啊。啊，现在准备上树开始搞了啊，我就不去树下了啊，他们要两个人一起上，工具就两个啊，一个就是这个，梯子啊，树兜那一节要梯子，还有一个刚才那个马钉啊，就一个个钉上去啊，然后就爬到上面去，那棵树啊，我就隔远点拍啊，那个马蜂一来就对着它喷啊，那种师傅可以啊，我们只能站远，这种是那种外面叫拉蜂啊，我们叫托比蜂啊。这个好喜欢追人啊，你这个树只要一动稍微一点动了啊，它那个马蜂啊直接就是来树兜下面来追人了，我已经来了，它要攻击我了，我要走了，这个地方待不了了，哎，已经中招了，搞这儿了，肿这么大头，现在眼睛在这撒了泡尿，哎呀，顶不住了，这玩意儿真不能近拍，太喜欢跟人了，这玩意儿就在这个位置，是不是肿了，哎，那个鼻子通圆的，好，他们已经下来了啊，不知道搞多大啊，我人都不敢过去了，哎，脑袋痛死了，哦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好大，哦，好大红子哦，大家看一下这窝大不大，上头也可以，哦，好大的哦，上头也可以，是吧，可以，都加兔龙红的了，这种就是啊，全部大人哈！放我捏死的！哦，这假肢给吐了！啊，有个！哦，这肯定牛了，我们够怕的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他们要踢，你看这如何吧？大不大？这转开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上去好重啊，二三十斤啊，再转开。一二十斤了，哟，咦，这手指掉了，骗你们！哎呀，棒多都带弯的，骗你妹妹！你们上大些，可以。今天啥？哎，老干，啊，他这啥水平？啊，这水平，啊，这玩意儿就三万就三。有点重没？有点重的，你冲红子带的？红，就我一个被冲了的，你见鬼了！如不如花？如花，家伙子！铁铁们，我现在刚起来要配个照，看着，按我滴的，来打吧！如花们，大家看一下，一三十斤我估计都有。哎呦！看一下中间，从中间看是好壮哦。好饱满，中间那几个很饱满。
二话，到位没有？到位，这边没吹牛。对，真的这辈子见过最大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好壮哦。原先外头不壮，那狗多的嘛。再大好没用。哦哦。那不要炸的嘛。过去吧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过来，过过去把它背起来。我那么过来。这么大的马蜂窝，上面两千块钱啊，而且特别饱满。哦，大的，妈的！到位！哇，好壮！这儿多哈，这都好壮。这一头是光十二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入不入巴啊？好饱满啊！它也色的。这入红字儿没有用。没有红字儿可以。俺家那儿，俺家这上课。你见到床也不给你了。啊，好，你点点我见到车也可以。没有，我现在是眼睛干，就是那种脑壳有点塞住，肿瘤有塞住，就眼睛干也受不了。洗嘛，好容易洗嘛。咦，就这是。搞事搞事，再给你这么搞的你也不知道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有三层啊，这个是蜂王，最大啊。这里面的不光是工蜂还是什么的，这里面就是吃饭的。小崽崽。这个到位。嗯，那个不是这么大哦，大只瓜，五瓜，看见没？瓜子也四个边一个，四个边一个。你要小心木油被又被塞啊！这个是花吧？对，有花吧？50是多少的？现在只有50。用用那个绳子把那个绳子扯断了，它解得开啊！啊，耳朵打熟了。啊，花子。慢点，你搞都是瓜哟，哎呀，哦，鱼大又大，到位没？这口没变啊啊！这是好办法。以前都是用那个锯子锯。看一下啊，是不是起来好苗条哦？你四川搞这螺丝，搞就搞点棒棍儿，是不是？还给你，那工厂他就把盘子。你都讲到国际的咋办？摆满没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啊，那我们就拿这个啊，有六个人，有六大个，一个人拿个，一个有三四斤那个样子啊。我们先放这儿。好吧啊，我们今天这些视频就到这啊。回来这么几天啊，终于搞一次马蜂搞发财的啊。但是我们不卖啊，吃啊！好吧，我们就吃这个了，拜拜。